就系今期嚟试一个新嘅片啊！依个系版本更新之前嘅 CPT 之前嘅，都系 Kazunoko 对 Big Bird 大鸟啦，阿井上对大鸟，其实真系打得好精彩嘅，依一个系都有翻成二十分钟嘅。我哋睇睇一开始佢哋，哇中咗，哇！咁啊，下輕拳可以一個，羅馬戰劍，冇啦，一個後重拳，太痛啦，馬利沙呢啲係，哎呀，壓咗個頭，哇靚啊依個，反佢咁樣拳過到去都可以確認到個企輕腳，所以話阿井上嗰個木壓真係好犀利。企中拳，罗马战剑，前啊，正兜嘅前脚唔记得叫咩名，唔理佢啦。好，完美嘅 block， 中啦，方形矩阵推翻去边，指令头，唉，俾人呃埋去打墙，死咗啦，拜拜。应该都唔死，有修正，唔死。哇，啱好喎、啊！就算80%伤害都啱，太劲啦！马利沙个伤害，世界第一 Cammy 对第三嘅马利沙 ，Cammy 可以玩到咁，系真系好劲噶。同马利沙你话？哎呀，减正嘅呢个咁近，哦，呃埋一个星龙，阻力重拳推啦，哇唔招必嘅，再接招必，哎 ，X 螺旋箭出翻嚟，哇，依个差合靓到，我真系 Cammy 嘅企中拳，然之后你要去木压呢个，哇，暗中，然之后你跟住要木压嗰企中拳，再木压去下轻。嗰、那個企輕腳或者下中腳真係好難嘅，真係，因為快嘛本身 Cammy 啲動作，好方形矩陣過去，無扎星龍啊，真係，哦哟，反應得快，唔係真係俾佢投啊，兩個反應都快，唔係嘅話可能啊大鳥就已經係執佢噶啦，兩個反應都好快，見佢冇食到個頭啊，即刻咁腳啊，冇用啊。哎呦靓喎呢个，好，哇，咁都得，哇依个差合，咁啱个企中拳，哎，换板，想呃佢，即刻直接兜招必出嚟先，唔得，打唔中，最烦就系空中箭啦，空中箭有时你真系冇打中个 counter， 你真系冇咁好接，哎冇啦，冇啦冇啦，呢盘都。都唔用咩喎？唔用流盟技喎，流盟技都系间唔中用一两次嘅，因为太慢啦个发生，好容易一个轻拳啊俾人揿中，哎呀唔得唔中嘅，好彩佢醒目，嗯，哎靓喎呢个。哇！依个角型，我真系试过。如果你喺实战咁样，企轻拳，然之后六冲轻拳重脚，好难嘅其实。哇！咁样即刻兜招，红色三角洲，好难咯、哦。好，六冲再一个草重拳，冇用。方形矩阵过去等紧。哇！最后真系俾佢一个下中脚掂到。Cammy 的企中拳一定要都是要六冲之后的加正才可以接到个重拳，最后打和啊，两个一比一，好靓，中了这个打 counter 就接得到了，哇靓，哎咁都 perfect block， 好推翻出版，唔推喎、啊。
我估到佢执喎，咁都我正常都估唔到马丽莎会执啦。哇！哇，靓到依个六冲，即系一般系大家系唔会识接一个咁嘅中拳。好靓，系都系俾佢掂到，死咗啱啱。哇，依个靓啊，依个六冲连，好快啊，直接。哎哟，唔得，发生慢咗。马丽莎唔敢压佢，喂，储唔够啊，咪再中多拳。哎，错咗，我就反，哎呀，俾人压埋个头。哇！依个轻拳嘅木牙，哇！佢个你俾我接，我真系接唔到。有冇六冲完之后再一个下轻拳，再接重拳，再接招，地战必杀啊！超必杀，黐线！我压个头先，睇下马丽莎嘅对策啦，唔可以太急啦，太急佢。喂，靓啊！波中，哎呀，唔中喎。可能佢嘅后重拳应该可以接到啊嘛，好靓呢个差合，再一个顶佢，压个头，唔压头喎，唔喐噶咯，佢都，我推翻出嚟板边，板中，哎，个下中脚都掂到，哎呀，个中脚系特别远，哇，依个差合。咁呢个下中拳都掂到佢喎，黐线，冇啦，指令，诶唔得，咦、我系冇谂住打中佢个下中脚，我忽然举阵过，诶唔好打到个逆向，就咁斋跳啫。咁夠膽？哦，中拳嘅 perfect block， 過去推過去。咁夠膽企重腳嘅佢？企？哎呀，執咗喎！唔係，本身可以食到個，我都冇所謂，執翻個兩次都差唔多一個傷害啦。哇！大鳥嗰啲 perfect block， 又俾翻個 perfect block 嚟走，執唔到啦！佢都見到安全跳啦，執唔到啦。哦，型到！唔知佢真係依個係個人實力啫，你俾其他人用真係機師問題啦！依啲你俾好多人用，我哋咁樣去輕拳，咁樣去接六槍好難。实战啊嘛，主要系轻拳嘅正数好似系五正，我记得系四正定五正，好快。马丽莎发身真系慢啲嘅，系正常，可能佢就有对策，唔系一般唔会咁样出咁多企嘅重脚嘅。喂，依下。一中就兜定啦！哦，型啊，咁啊半血咯喎，黐线，有一种数值上嘅味啊，真系。啊，还埋冇办法，想跳啦，已经想跳啦，跳唔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想跳啊，佢都估到啦。哎，唔应该再出招啦，手痕啊，跳得咁明显啊。虽然人哋冇青龙啫，哦痛啊！拍地板，喂、哎，你过去
系我话六冲过去先，唉，冇办法啦，啊，好痛啊，唉，忍唔住啦，都系要兜个声动出嚟先，唉，逆向，哇，呢个逆向打得靓，有机会喎，我都有机会喎，啱讲完有机会啊，死咗，呢个逆向，呢个轻拳轻脚逆向接得靓啊都，仲有一个流氓组合，又换个逆向，即系呢两个逆向打得几靓。好玩花式连啦！依、這个花式连真系型，系真系型。哎呀，唔应该执咧，哎唔中，咁多咗下轻拳，应该接轻脚接到啊！再执会唔会再执咧？唔执啦，唔够距离啦。哎呀，冲过去压翻喺板边一。隨時有機會打翻轉頭啊，瑪麗莎，睇下大人要點處理啦。唔敢執，就係唔敢執，佢唔敢執。哎呀，呢個確認慢咗啦。佢中，佢如果知道中啊，即刻兜啊。哎，冇辦法啊，差合你就係、是、你個拳腳唔夠人長。攞翻燈啫。哎呀，咁樣嚟中腳佢。哦，咁样嚟强砸佢啊！哎哟，冇事，系我直接一个斗气喷发啦！哎，靓呢一掌拍落去，换翻个板边先。哎，唔惊你，佢草实先至有霸体嘅啫，咁够胆咁样出招正啊！呢正兜拳好似个罗马短剑咁够胆出嘅。喂、哎，忍唔住，哇！喂，依、這个真系纯粹就系、是，即系你系你俾你咁样定擒到，就咁样三个轻拳破咗你个斗气，然之后再一个轻脚再接一招红色三角洲强袭，你真系，哇！依、這、局、個、真系逆转得好靓啊，真系最紧要，即系睇下嗰个啊。卡祖诺可呢啲木啊，真系犀利！啊，大鸟，诶、欸，咁快开始大鸟打到佢冇晒能量啦！呢盘有优势啊，大鸟冲过去啦，惊佢咩？系我六冲过去啦，哎呀，冇办法，哇，系咪呢个企轻拳真啊？哎，靓啊！打翻喺板，好指令头，再俾多个指令头佢，唔俾啦，哎呀，俾佢出翻嚟咯，啱啱冇死咗啦，应该两气啱啱冇死咗，啱啱冇死啊，哇，靓到，哎，失误。以为接到，原来接唔到，好大扣分。哦，痛到，见到以为热镜都以为中。呢个下哇，呢个下脚咁够胆嘅，我真系唔够胆啊！减正减到咩咁？哎，唔够距离，计错咗啊！拜拜。赢，哇！大鸟打得好靓啊！以下佢失误啊，主要佢执唔到嗰下头一个大嘅扩反，呢度冇事，好靓啊！呢个六冲，嗱佢咁样出距离一唔啱就睇啱你，哇！又死个指令头，睇啱你个距离，一个下重脚，我真系唔够胆乱咁用。我睇住你个回尾波，推翻个板。哎，靓到呢一个 combo， 推板推得好靓啊！方形矩阵发生快啊，慢啲就都可以升龙。哎呀，想阴想试，哎，冇办法，想试下嚟一个流氓组合换板换到。哎，拜拜。哎，靓啊！呢两个心理战嘅指令头。好。佢哋原来打抢几啊？抢四啊嘛，五盘四胜啊。其实可能都系咁啱人哋剪辑剪咁多啫，一般就三盘就已经一早打完了，
重衫嘅啫嘛。好靓啊！依度，依度靓，啱好。哎哟 ，X 头嚟嘅，可能佢唔用 X 头，佢惊唔够收招唔够快。靓啊！一个下中拳嚟噶，下中拳咁都掂到。好，食一个指令头先，再嚟一次。唔嚟啦，拜拜啦。嘣，拜拜。哇，嚟啦，一个 perfect block 先百分减半伤害都啱啱好搞掂，好靓啊呢度打得。又嚟，花式连真系赢，十五，咁啊打 counter 打 counter 中，再嚟，依个强袭真系，好难嘅，嗱佢都反应唔到，你都唔够胆插头，依个中拳，哇反应靓到个中拳。急咗添啊！依几下轻拳，我唔紧要啦。哎呀，执翻，大镬啦，冇啦，未死，应该未死，都未死。哦，系我唔斗气啦，冇啦，仲喺度攻，仲唔斗气，一嘢崩过去，反正减伤嘅斗气。哎呀！依下中拳差啲喎，靓啊！依嗰啲立回，哇靓到，有啲靓，好过嚟，哇！即刻咁样冲，少少位就即刻可以罗马，哇！咁样罗马短剑嚟呃佢，就系、是、想呃佢啫嘛，哇！依下，哎呦，又咁都 block 到，翻过去换板。我打个中段，想指定头，但系直接升龙出个雷，咁啊，呢两个心理打得靓，我都系中意日文嘅 your combo， 好听过 your finish， X 技嚟防空，冇啦又，差啲喎，哇依度兜得快到，依纯粹就系个人嘅手兜得快，你其他人兜唔到咁快。抢五系嘛？原来等于抢五，打得好精彩嘅系，果系，手痕唔后后就好啦。有时就系容易中意后后，就系咁。哦，俾人夹挡咗一下，霸帝拜拜。佢唔接招，大招，唔招 S A 三，拜拜。哦，因为佢先赢，我依家先攞翻灯。冇谂最后一灯，个确认，好再执，再执唔会唔执，系我再执唔执啦，跳啦，靓到，咁样就可以接招升龙。点逆转啊！依度佢真系，痛啊！攞翻半血先，冇办法啦，55啦，两下重拳，咁样噶。我咁收值唔够，最后冇办法打得靓，但你要打得好靓。好，咁今期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。